将我们今天充满希望的梦想发展为开创崭新的明天，就像跃出地平线照亮全世界的太阳一样，重获新生，面向梦想不断前行的世界最优秀的造船海洋起重机专业企业 DMC。 宇宙一倍速途中，出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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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希望与挑战，融合与协同，信赖与关照的 DMC 宣布的人才风貌与实践指南，同时也是为了发展为更优秀的世界人类企业，我们每个人都要付诸实践和 DMC 追求的风貌。我们一直胸怀发展为世界最优秀的造船海洋起重机专业企业这一愿景，以坚定的意志与不屈不挠的挑战精神奋进，在造船海洋起重机行业赢得了国内最早和国内最优秀的名誉，同时正进行目标更高的新飞跃，力求发展为总是首先为客户着想的 DMC， 为投资者服务的 DMC， 和为未来人才提供良机的 DMC。DMC 在青少南道青海拥有85150平方米的占地面积，1988年8月成立东南企业，开始迈出第一步。以最高水平的技术力量为基础，我们从1997年起开发了 Deck Crane、20吨 Horse Handling Crane、Floating Dock Crane、100吨和37吨等 Offshore Crane 这些 DMC 品牌，同时竭尽全力对实现高价进口设备的国产化与国策事业开发做出贡献。2009年开发了重物与管架等的 handling， 与用于从海洋供给船运送重物的85吨 FPSO pedestal crane。此外，与 KAIST 进行产学协作，开发出 mobile hub crane， 确保了有所进步的技术力量。此后开发出200吨的BOP Gantry Crane， 目前正在开发60吨 Offshore Lattice Boom， 将对加强海洋成道设备产业竞争力，通过代替进口产品增加销售与地区产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DMC 凭借自身品牌开发、国策事业开发以及国产化开发等高涨的热情与不懈的努力，2009年7月向国内唯一极地破冰勘察船阿拉恩号提供潜水艇尾起重机，再次赢得让 DMC 广泛扬名的机会。此后提供10000吨起重机用运器和 Buoy Handling Crane， 还提供了根据俄罗斯分类规则在极地也能承受的电装品，通过-40度耐久性检查的 Mini Port Surface Crane、Provision Crane 和 Compilation Loom Crane， 在国内企业中最早以需要先进技术力量的50吨级 Twin Deck Crane， 海军供货并得到好评，对提高国内起重机的技术力量做出贡献。 DMC 于2009年在高斯达克市场上市，从中小企业发展为中间企业，奠定了迈入更广阔市场的基础。我们凭借制造优质起重机的不懈渴望，胸怀要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理念，埋头研究开发，至今为止获得了很多海上起重机专利和国内和海外实用新案专利。我们获得了国内外机关的国际规格认证，在质量、环境、安全和保健方面追求最高的顾客满意度。作为 DMC 中枢框架和发展核心的产品分为 Marine Crane、Deck Crane、Offshore Crane、Offshore Equipment、Deck Machinery， 正在构建国内外 After Service 网络。首先，主要产品群海上起重机分为6种产品，
其中 Horse Handling Crane 是从油槽船和化学物品运输船通过管道装卸油类和化学物品的起重机，启动电动发动机和油压泵，通过油压驱动的 Horse Handling Crane 最大容量达到25吨，每艘船只上安装1-2台。 Provision Crane 安装在船舶船舱 Deckhouse 的侧面，是装载航行时船员所需食品、副食品、生活用品和备用发动机等消耗品的起重机，根据船主的要求分为油压式和电动式。还有目的在于维修保养船舶主发动机，安装在发动机房顶部的发动机放起重机，分为 overhead、lowhead 和特别起重机。此外还有为了装载各种集装箱并节约空间安装的单轨起重机，航海时发生紧急灾难时用于逃生和营救的 life-saving appliance， 以及伸缩吊杆式起重机和折臂起重机等特别起重机。第二个产品群是 deck crane， 目的在于提高在卸货设备不完善的港口起航的船舶卸货效率，每艘船舶上安装2-4台。第三个产品群是 offshore crane，安装在 RIG 船、钻井船和 FPSO 等海洋船舶上，在海洋环境中作为装卸起重机，根据海上环境对设计条件和技术事项提出另外的要求。第四个产品群是 Offshore Equipment Bonobon 和 Horsley Material Handling Equipment。 第五，除了海上起重机产品群以外，还有扬帆和落帆的 Windlass和船舶停泊时收放缆绳的 Mooring Winch 等 Deck Machinery 产品群。 DMC 自身品牌机型和海外合作机型 DMC MacLeod 机型就属于这类产品。最后 DMC 通过售后服务、预备零件和使用寿命服务等，竭尽全力向国内外客户提供毫无不便之处的最优质产品与服务。DMC 有一个梦想，其中蕴含了 DMC 为了在专业领域成为强有力的企业，珍惜今天，以技术与人类的和谐实现革新的坚定意志。拥有梦想，实现以人为中心经营的企业，世界最优秀的造船海洋起重机专业企业。DMC